随着经济发展与工业进步，工程车辆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和特种自走式运输车及特种空气悬挂半挂车在制造设备运输的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各类履带装甲车辆、导弹发射机构、 重型武器等超大超长非常规军事装备、航天航空专用器材等超精密设备，以及路桥施工、船舶制造、冶金、新能源、高铁建设等运输领域不可缺少的装备。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单根车轴承载大，整车的车轴线可以灵活拼接，并且在计算机、 液压电控技术发展中日新月异，特别是机电业一体化的发展，更是使特种平板车走向智能化、节能化。扬州市福尔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技术研发创新，目前具备较为完善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设计研发和生产能力。 我公司生产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国际上最为先进的机械传动、液压和电子控制等技术，具备良好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我公司生产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具有诸多优势：组合灵活，车身自重小，单桥载荷大，全轮和牵引车同步转向， 载货平台低，可升降、可伸缩，控制部件通过遥控器或控制开关进行操作，简单方便。根据货物形状以及货物重量的特性，可以对载货平台和行走模块进行自由组合，可实现100至2000吨物体长途运输和场内运输移位。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具备以下功能：一、 额颈部分采用可升降式活动设计，利用颈部的液压升降来控制载货平台的高度和倾斜度，合理分配每个轮轴的负荷，分载重量可达5吨。二、货台部分采用先进的液压技术，可实现升降、伸缩和扩幅。根据货物的长短自由调整货台的长宽高，通过各种限高路段时，离地仅10毫米，几乎紧贴地面。 车辆升高后又可以和普通车辆一样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货台最长可达40米。升降装置采用电气加液压控制技术，具备无线和有线遥控功能，操作简单方便，在运输罐体类货物和高大货物时优势明显。三、悬挂装置采用液压独立悬挂，使用单作用式注塞液压油缸，油缸承担了轮轴的全部负荷。 通过油缸的伸缩运动，以适应凹凸不平的路面，其载货台面的自由升降调节，使车辆在坑洼路面行驶时，从支点组的每一个悬挂承载均匀，车身始终处于水平状态。四、普通的半挂车后轮不带转向功能，车辆的转弯回转半径大，当遇到盘山公路、室内道路等复杂路况时，很难操控。我公司生产的特种液压组合式低平板挂车 采用独立的联动转向装置，前后轮同步转向。当牵引车转向时，牵引销将对于鞍座产生回转运动，通过液压和电气系统的联合控制，使挂车后轮和牵引车的转向角度保持同步，从而实现半挂车的整体同步转向。该车由2个3轴液压低平板模块组成，专用于运输超长超重货物，在倾斜和凹凸路况下 可实现运载平台的自动水平，防止货物的侧翻。该车由一个2轴低平板模块和一个4轴低平板模块组成，专用于运输超高超重货物，可降低运载平台高度，顺利通过隧道、桥梁等限高路况。额颈和2轴模块之间可通过液压控制分配载荷，顺利运输质量分布不均衡的超重货物。特种自走式运输车，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特种自走式运输车具备以下功能：一、装备有进口大功率发动机及液压驱动马达，可提供运输全程所需动力，无需外在动力；二、具备防滑功能，
在泥泞及雨雪路面中发生打滑时，切断对应车轴的动力供应，增强其他驱动车轴的动力供应，使车辆顺利通过。三，具备人工驾驶和遥控驾驶两种控制模式，最大遥控距离500米， 尤其在山区等危险路况下，可有效保障人员的安全。该车可搭载各种军事装备和机械部件，非常适用于军事演练和实战需要。四，全车转向功能，整车可实现原地360度转向，具备其他车辆无法比拟的极高通过性和灵动性。根据需要， 该车可同时配备各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所具备的其他所有功能。五，该款自走车具备一般自走车各项功能的同时，最大可单车运载1000吨以上的货物，专门用于港口船舶制造工业。系大功率高负荷特种自走车，尤其在船体分段和超大平台的场内移位时，充分体现 其快捷灵活、高效降本的特点，使现代化超大型设备搭建的重要保障。该车在具备空气悬挂减震系统的同时，拥有良好的阔幅功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车体宽度调整到与货物一致，速度快、减震好，非常规尺寸精密仪器的运载。目前，我公司已有产品在日本用于火箭的运输。 传承卓越，共创未来。扬州市福尔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己任，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挑战自我，以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为依托，为追求制造巅峰、振兴民族工业而持续奋斗。